胃出血的恢复期，我们也是看他的一个病情的。但是如果胃出血的话，他这黏膜已经出现一个损伤了，不管是溃疡也好，还是一个食管胃壁静脉曲张也好，还是一个急性黏膜损伤也好，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要食用一些易消化的清淡的饮食。比方说有些人，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曾经消化道出血之后吃了一些就是干烧饼，那么导致他一个出血再次发作了，像这些都不行的，一定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软一些的食物，这样呢才会导致让他这个黏膜得到一个修复。我觉得起码得禁食这种易消化的饮食一周左右吧，随着黏膜逐渐的一个恢复，我们再给予其他的逐渐增加他的一个辅食，但是那些过硬的、辛辣的、刺激性的我不建议食用，这样肯定会加重他的病情的。然后一定要这段时间禁食这个烟呐、酒呀，禁止食用这些。